潘布，听说你最近要做一个浴佛节嘛？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浴佛节呢？因为浴佛节是在我们很多这个东方国家，比如说在应该是泰国啊，华人的很多这个佛教的这个社会里面，经常用浴佛这个字，但是实际上就是佛诞。所以就是佛诞，我经常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每个人，尤其是现在的人，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是什么？自己的生日。对，我们就是，如果你要表达你对一个最爱的人，要给他一个礼物。你一定要记得他的生日，是不是？对，如果就是你就万一就不记得对方的生日的话，就会就完蛋了。对，引起起码是引起误 对，引起误会的啊。那就是也要当然要送生日礼物是就也很珍贵的事情了，就是在人生当中的一种祝福。那经常比如说一般经常相互不认识的，那在餐厅里面看到在另外一个餐桌。有一些人在，过生日 party，或者在一个单位里面或一个学校里面啊，今天是一个同学的生日，无论是经常关系好不好，对于生日大家都会愿意送一个祝福，对，因为在生活当中，所以就生日其实是非常重要，这是个人的生活。那在一个信佛的人来讲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的生命，他的精神是跟佛有连接的。所以呢，应该是一生一当中也好，一年当中的这个佛的生日，应该也很重要的一个节日。另一个我的想法是，比如说过去的话呢，大家都很专注的花很多的时间可以做这个修行，念诵什么仪轨呀，反正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。可是现在人不一样，每天要忙碌工作赚钱，所以没什么时间去修行的很多。但是这种当中也有很多是信佛的，那他们呢，就是如果借用这个佛诞的机会，就3个单位月的这个一个月的时间，觉得哦，这是一个佛的一个出生日啊，大家知道，然后就是这个我是作为一个传播佛法的一个这个。怎么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日子，然后这个当中呢，大家也尽量能吃素的就吃素啊，就是有一些各种各样参加一些法会啊，可以安排一些佛法的一些课程，学一些佛法的基本的一些知识，那也是都是一种随缘，就是纪念佛陀的一个方式。佛陀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佛诞真是非常重要，尤其是现在很多佛教徒啊。那他们的后代经常在学校里面呢，没有什么佛法教育，他们也很少能接触到跟大人一起的人一样，经常去寺庙啊等等，他们也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嘛。现在人有现在人的想法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比如说，哦，今天是佛诞日啊，祝你佛诞快乐啊，送一个佛诞的一个祝福的一个，比如说卡片啊，明白吗？就是这个父母或者这个他们，就是我们在下个月也要在这个。我现在住的这个蓝山的这个附近，我们也要这个当地的这个藏人和一些洋人，我们一起要办一个佛诞。这个佛诞当中，我也有专门安排一些礼物给小朋友。那这些小朋友呢，就是哦，知道这是一个佛诞，然后就是我今天收到的是佛诞的礼物，所以他们会能够留下一个比较对佛法和佛陀一个印象。然后他们也可能因为小朋友是很。单纯，但是也很聪明，很喜欢想很多事情，问问题的人。所以就什么叫佛啊？为什么要供佛诞？他们会有这种问题。所以我们不一定当天能够解释很多东西，但是这是一种讯息。所以从各种方面讲，我觉得佛诞非常重要。所以就是我以前也在其他地方啊，每年都是。去年因为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，就不能再正式办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每年都在办。
我在台湾的时候也，我是那个时候是国际张春佛教研究会的这个负责人的身份，嗯，我们也专门在台北，嗯，像什么大安公园啊，什么比较大的工厂公园，嗯，甚至这个台北的这个火车站的旁边的一些地方都我们办过佛诞，因为希望让更多人能够跟佛陀结上一个好的善缘吧。这是我的想法。谢谢康姆。